Hello， 我是 Titan 张秋勇，现在来做一道时间西餐厅时间都有卖的凯撒沙拉，罗曼生菜，一定要用丝的，丝的话它会顺着纤维质断掉，纤维质就会长，保水度就会强，就不容易变黄。那再来让它有点崎岖面，这样子它就可以沾附更多的酱汁。那我们今天换另外一种方式，直接放下去不加油，但是要从冷的锅子开始加热，这样子的话，里面的油脂也比较不会是呈现裂化的油。正统的凯撒沙拉的酱汁是四样东西加在一起：沙拉酱、蒜碎、起司粉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把提鱼省略掉，我换成了黄芥末酱，吃的比较习惯，所以我们一样是四样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做好的酱汁跟生菜做一个结合，点缀上我们的炒番茄。那一般的凯撒沙拉会放上面包底，那我今天的话，我就用原味的玉米片，这样在家里面做就比较方便。黑胡椒碎出来了，好，凯撒沙拉，它不出来了，凯撒沙拉就完成喽。四、三、二，正统的凯撒沙拉。不会要吗？那也要记下来吗？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好大声哦！这可以当魔花絮，这是魔花絮啊！我自己都尴尬。